Tell me something. You can go anywhere. Another timeline. Another universe. So why do you want to stay and fight to save this one? Because this is the world where my mom lives. I'm not going to lose her again.心腹出现，妆成美背秋凉度。2027年开始，有许多秋凉对着上天抱怨：我观看你指头所照的天，并你所橙色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使他比天使微小一点，比大天使圣人小一阶，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意思是说，上天赐封邓紫棋为圣女，而其他秋娘心生嫉妒。是不是皇上留在碎玉轩了？是。娘娘不要生气，当心身子啊。娘娘，别嫉妒为何耶稣可以坐在上帝的右边，更别嫉妒21世纪的时候圣人圣女为何是他们俩而不是自己。东方圣人说，只要肯照神明方式做，有修炼的人都可有机会。东方圣人从2019开始修炼，结果没想到越修越大，可怕啊。物慕他父，别嫉妒他人有钱，为何自己没钱？只要照神明方式做，就可什么都拥有。唐朝白居易诗曰：妆成美背秋娘度。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秋娘就是同属西方命格的女子女仙。西方命格的圣女邓紫棋常常遭受同属西方命格女子的嫉妒。羡煞紫棋啊，为何新娘是她不是我？我也是秋娘啊，为何圣女不是我呢？所以叫做妆成美背秋娘度。心腹装饰整齐等候丈夫，美人自西来，佳人绝色自西来，皎皎衣裳色更鲜，西方女子琵琶弦。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正牌圣女搞音乐的。Baby, you've come far away. You've come far away. Baby, you've come far away. You've come far away. 耶稣说：“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好像鸽子眼。什么意思呢？什么是鸽子眼？就是大又明亮。紫棋心存善洁，所以眼睛大又明亮，叫做鸽子眼。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激烈山盘。你的口极其甘甜，你全然可爱，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这是我的良人，这是我的朋友。你看耶稣也很会谈情说爱，耶稣下圣训对着世人说，当初在第六站遇到的女子维罗尼卡就是我的爱人。2000年后的21世纪，她化身为邓紫棋。公子呀。
亲生子。